来了，我们是时候要升级我们的第一间的 Home Sweet Home 的。刚刚解锁了一整套这个木的，我们直接把它整个换掉吧。砍点书，砍点书。喂，为什么我突然间半夜我的龟西把谁一走啊？30个木头啊，30个木头不是没有问题的。你看到我周围就剩下这一个左边我这棵树不了吗？那我一棵树可以砍几个啊？我一棵树可以砍27个。不能啊！哦，它是有一定的距离的，这里前面就不行啊，它不贴的哦，它柱子不贴下去的，它反而贴在这里，怎么拆？哦，只是我做两个我就没有木素材了，就是我放不下了。哦，可以啊，借你啊，行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继续叠出来了吗？需要附近存在基地，你那么惨啊你！我真的不知道那么惨啊，什么叫做需要附近存在基地？我把这墙给拿走，对，我要扩大。这里的把它盖完它，对，哎，它可以叠在一起了，盖完它，屌哎，老吴，你有很有艺术天分呐、啊、你，我有病啊，你是有病啊，对，换掉，全部换完它，换完更高级的木吗？哦，好高级哟、哦，这个板。不要这个什么地上的这个什么垃圾啊！哎，等下我收起来的话，我的柜子会不会倒了？不可能的啦！这游戏是有什么的吗？哦，外床嘞！啊，够不够木头不够？傻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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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每天不够木头，每天不够。盖上去，不盖，上去啊！上面要怎什么办法可以让它变成尖的屋顶？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铲？哎呀，死蛋啊喂！有缘我们再继续搞了。Approximately 10 hours later. OK OK， 花了一段的时间，终于将我们的屋子稍微又丢的做了这个升级。首先呢，我将这里外面呢扩大出来，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楼梯可以给我们上来之后呢，这里呢就是做一些养东西啊，是做一些肥料的地方，在这个户外这样子，大门这个方向进来，哇，这里就全部的换成了木头，这次还摘啦，还没有办法可以捉它。然后呢，这里放了两个的箱子，比较方便我啦。这里呢就放了一些木头啊，这里超级重的一些素材。这里呢就放一些食物类的、果实类的东西，全部扔在这里。这里呢预测的，哇，这个无敌大海景呢，以后我在做些什么水上的什么恐龙啊、海类的东西的时候呢，我就可以从这个地方了，可以登陆这样子啦，一个的小港口。就可以上去，这里的就是我的卧室，虽然我的床有一点的小啦，这样不做一个升级这样子，然后呢有几个的柜子来做一个储藏这样子，然后这里外面呢有一个超级无敌大的一个阳台啊，但是目前呢还没有东西放啦，那只是放了一个非常孤独的一个一个小小的一个椅子在这里，哦，这里呢也可以上去啦，这是连接上我们的一个的副阳台，这里呢要搞什么呢？可能是放一些工作台还是什么之类的吧，因为目前呢我所解锁的一些可以弄的其他东西呢，比如说这个啦，是需要很多的兽皮，这个怎么帆船吗？也是需要很多的兽皮，这个饲料槽也没有办法做，金属很少哎，金属要怎么弄呢？鱼竿，哎，我可以搞一个鱼竿嘛，
坐在椅子上。哦，饲料哎，这样子做嘛，然后按八号。不是啊，不是放这个路啊，到底钓鱼放什么啊？钓鱼放什么啊？这我以后可以坐在这里钓鱼啊。哇，这个史上最好强的钓鱼的位置啊。桌子还没做，因为需要太多的这个金属了。这个风干机可以啦，风干机是干嘛？哦，可以让它保鲜的，这样我的食物就像是冰箱这样子吧。哦 ，OK， 我都忘记了，太久没玩了。工作台啊，需要这个什么金属这个锭啊。精炼炉太多兽皮了，我们要去外面找。然后我终于解锁了麻醉剑了。最后了，我这边弄了一个隐藏的，隐藏的宝箱。哦，我终于知道要放什么了。这种啊，我以后有什么黄金啊，就可以把它放在这里了。然后呢，这样子盖起来，但是永远没有人知道我这一个神秘的地方了。对，我这影片是不会拍到 YouTube， 所以没有可能会有人知道了。对，绝对没有人会知道，绝对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在跳舞吗，我的哥？走过看他，走垃圾人。哎，我可以搞嘞，冰箱，搞一个吧，放在这里吧。OK， 那我这里烤肉吧，这比较近一点。然后呢，将我的那些肉类呢丢进去。我要萤火粉呢。萤火粉要用这个东西搞的，哎，这个 cool。OK， 那些石头还有这个什么赘石啊，先弄一个十个好了。然后呢，将它放在这个冰箱里面。然后我的肉哦，原本是4分钟而已的，你看我拿出来哦，原本这里2分钟是坏的嘛，放进去就变成9分钟，就延长啊那个时间。就更加的保鲜了，在里面哇，还有烟呢。换这个比较新的，这里是什么？哦，我丢，这么大个，这太大个了吧，我的哥。Hello， 这个是这个高速公路的那个广告牌来的吧？这么大的，特别松哎。那里有东西。这根本什么都没有了哦，放反了哥，放反了傻逼，可以了，我们在远远就可以看到了 ，see this， 真的是，物质先不搞啊，这一集我首先一件非常非常我想要做的事情，就是我要捉这只三角龙，哇，它生了宝宝哎。但是它会跑哎，我想说有一个办法，我可以找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吗？就这里好了，我们来试看弄一个陷阱好了。可以放楼梯吗？不行，它第一个一定要放的就是这种基地啊。我要往上一点。喂，不是放这个傻逼。根据我的这个策略啊，你看啊，等下我就打它嘛，它一定会攻击我。这个时候我就走上来这里，可能要大一点呢，知道哦。这样子，看到吗？哇，对啊，这可以耶！我们要盖起来。喂，盖起来怎么了 ？crash 了，傻仔！这样子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这上面我要盖起来。对，我这样子跳过去，然后它可以进吗？这个洞好像有点小哎。我要有一点策略了，呜，这里盖起来吧，就是我直接从这里勾引他跳啊，然后我在那边这样子来这边做一些基地，对，就在这个床里面打他，一直狂打打打打，哇，可以，我这个计划旁边这里稍微的给他盖一点，我看到他看到，呜，超大了，这时候啊，我们不要。来啊来啊来，快快跑快跑跑，对啊，就是这个时候，对，稍微等他一下先，来跳
哇哦，哇，非常凶猛，他把我们的建筑物给打爆，不如我来帮他。我来帮你，拆除。哇，傻逼，不行不行，完了完了，我们要绕一圈，绕一圈。喂，他又打我了。过来，哇，他会冲刺的，冲刺的，这个把它拆掉，啊，这个锁，哎，哇塞，喂，不是啊哥，不是捉我自己呀、啊，不是捉搞你自己呀、啊，老吴，再来，你不要，老吴你不要，哎呦，很怕嘞，他一直会卡着。What? You got problem? 啊！哎呀，我很惨痛啊！因为我超重了，是吗？感觉我超重了，所以跳不起来。我超重了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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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你以为你是直升机吗，我的哥 ？Hello。也是可以的、啊，对啊，这是我的陷阱，原本设计就是要这样啊。好，快一点，我从旁边走过去好了，从这里走过去好了，来来，快点！怎么，他不会爬上来的吗？他爬不上来了，那个楼梯。那这是两个楼梯，总可以的吧？他怎么卡在那边了？他一直打我的屋子。哦 shit， 哦，他晕了。喂，我做了这么大个陷阱。那个手黑，我怎么那个陷阱还没有中？不管了，不管了。什么果实全部丢给他，应该是吃这个紫色的吧，应该也是。然后他的孩子呢？他孩子一直贴着他的我，就是买一送一的意思吗？哇，看了吗？他的三角龙也是很屌哦。哎，他宝宝走出来了，然后他宝宝怎么办？2 weeks later， 嘿嘿，做到了耶！三小龙啊，我们的三小龙回来啦！哈哈哈哈！哎，这什么垃圾嘞？这什么垃圾东西？又新增成员啦！哈哈哈哈！三角龙的安需要这么鬼多兽皮呀、啊？算了吧，就当作是放生吧，放在这里吧。这个我看到很鬼的这个东西，我看到，我真的是看不下去了。三叶虫，哦，还可以打了我。诶，我还会拿到这什么来的？有黑色的，那不是基丁吗？甲骨树啊，还有珍珠哎、欸。给弄些什么？好像是有一个护甲是要用这个的，没有印错的话。哎呦，那还有油哎、欸，在他的身上。哇，下次你不要再给我看到那只东西啊！哈哈哈，我这一只塞子啊，这么鬼多，这是财来的。看来我只会将我这个101粒的珍珠锁在我的保险柜里面了。这个东西难找啊！哈哈哈，哎呦。他的宝宝没有跟回来耶，他的妈妈被抓了，后来宝宝讲啊 ，Licky 啊，我不要你了，不要你了，妈妈，妈妈我不要你了。他孩子一个在这里呗，为什么这样奇怪，好可怜的他。留痕什么意思？哦，他也可以捉了我，因为我捉了他妈妈嘛，那就叫你三小仔啦。反正我都收留你的妈妈了，一起养啦，一起养啦，就多几个果实而已嘛。他的这个，哎哎哎，为什么越来越大只？哎，等，你怎么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不要啊！你怎么越来越大只了？Hello， 喂，他以前小只不过我的哎，喂，嗨，你不知道他是谁吗？哎，这是你的儿子啊！你。哎，他以前跟你，为什么鬼呀、啊、他？好了，又是探险的时间了。上一集的时候，我们走到类似是这个地方吧，这是一个沼泽地耶，
那边听说有那个什么，有那个鱼饵啊，就是如果我要钓鱼的话，就在那边找饵，可能是有一些树啊，有一些蜂蜜啊，就在那边找饵。嗯，我们自己我试看走这里好了。哇，那是什么？哟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哇，那是什么龙？那是暴龙吗？好像是暴龙来了。什么声？干嘛？这声音不寻常啊！哎呀，这怎么来？这什么来了？这什么？什么事情？哟，怎么来的？你别下去啊，不动！完了啦！回来！那是什么来的？到底？不是，不是暴龙哎、欸！路卡住了，卡在那边等我哎、欸！你看啊，你等，喂，这几次是吧？又好像是暴龙来了，我怎么下去啊，哥？我要救你啊，哥！你不用怕，一定会来下来救你。哦，没事，我们趴着就可以了，他们闻不到我们的。哇哦，哇！哇，好爽！他的那个。